有什么宽？大家想一下，集思广益，帮他们想一下。哪里宽？肩膀宽。哪里？肩膀宽是不是？哦，肩膀宽。你看他们都非常非常认真哎，一定要赢，真的不能输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请问 Passion Sister， 你们今天派出的是凯蒂，哪里宽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全身上宽大概只有肩膀或屁股吧。我觉得我身高体型的关系是说我比较宽。好，感觉赢面很大哦，而且非常有自信哦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访问一下 Lucky Girl， 看出我，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宽，应该我心宽，心宽。心宽，哇！掌声鼓励，亏你想得出来。那么我们第二题的题目呢，也就是想要对PK 你们的手臂张开的宽度。Oh my god！ 好像选错了，是不是小鹿的手很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鹿饼怎么知道呢？好，我们请小鹿以及凯莉，我们来张开手，然后背对。你们说谁的手比较宽？喂，不可以，主场优势是吧？喂，大家冷静。好，刚刚如果说谎的人不能抽他们的拍立得哦。谁刚说小鹿的？不能抽，不能抽拍立得哦。好啦，已经这么明显了，刚刚呢也就是凯蒂获胜。对方是目前哦是1-1耶 ，Oh my god！